这个，我以为人应该要更少一点，因为大家应该饭还没有吃饱呢。然后简直是昏昏欲睡的状态。那因为在下午5:30就要开始，所以其实我们只讲一些概念性的东西，然后借用 buzzwords 这个名字，然后其实不是真的 buzzwords 应该讲的 buzzwords， 然后来谈一些像 mobile device 上的软体的环境的问题。那其实不敢说有答案，因为很多东西现在审核到只是一些审核的结果，然后看到有问题，然后有人想要提这些问题，但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东西。那我是一个社会里面那用工程硕士用很久。因为今天会讲到一些跟水有相关的东西。那其实我用水也用了大概20年，就是以前上 OS 上就有 Linaro process， 那其实那个就是那时候它叫 LWT， 那其实是后来大家通用的所有的东西。那我大学的时候的专题跟另外一个同学，我们在386BSD 上，我用手叫我们叫 Linaro 的一个 UserLevel 的所有的 Linaro。那时候其实除了上 OS 以外，其实大概都没有什么所有的 Linaro。那我们就拿那些东西拿来玩啊。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P12 的这个产品出现。那最近，因为我们家有讲到一些Kernel Scheduling 的东西，那我最近的，因为我在园区一家喜欢公司工作的那边，那我们公司做的 SOC 里面有用到big.LITTLE 的东西，那要做到 big.LITTLE 的时候，那个 kernel schedule 需要改嘛，那就前阵子有引到一些这些工作，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然后有回想到一些社会的问题，在 mobile device， 尤其是 Android 手机上的社会环境的问题。好，那先看一个东西了。这可能有一些人在我的 Facebook 上看过，这是前阵子的 Mutech， 就是有一个著名的 benchmark 网站，那如果有自己看到，那可以找得到。那这个，那这一段在秀什么呢？就是他写的怎么样？他比较写的比较像语言文学，那其实直接说就是神算在一些Android 手机上的 benchmark 作弊。作弊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像Android 2，如果你有用 Android 的手机，然后有看人家在一些 benchmark， 在跑一些 benchmark， 那你会看到有一个中国做的 benchmark 越来越流行，那叫 Android 2的东西。那腾讯他们其实做了一个education， 那 education 又跟他们自己的 developer 做沟通，那里面看到如果这个 benchmark 这个程式叫N2D 的话，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把我的现在原来CPU， 你如果知道 CPU 图分析去做 DBFS 这个动作，后面来通常是类似里面或者所谓平台替补的动作，平常是没有什么漏的时候，它是安静的停在那里，或者在比较低档的地方。那他看到有N2D的话，他就一下就把它拿到。主管直接把它带到另外一个组织，我忘记了等一下我后面有一些资料。那然后他把如果你知道我是否喜欢的，你这边是就是说其实手机的温度如果太高的时候，是不要降频，因为上面上不出去，我可以知道我心情变慢。他把说那像神通那只手机呢，他平常如果没有听到这个状况的话，他其实就是停在大概到70-80度的话，他就开始降温，然后让他有到70几度的时候，然后跟电机才会又上去。那这里是比较通常是比较时间衰退，那他就把这个温度拿到大概原来是80度，他到90度左右。那这种，然后不止 CPU 这样。他们找到的这个证据，
主要是GPU 啊，就是原来手中用的 GPU， 我忘记详细数字，我可以去看，它就原来大概可能是跑在400多MHz，那跑 benchmark 的时候特别，然后它高到533，譬如说，其他的这些根本不会跑到这么高的，大概不可惜。那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因为其实这个跟刚才等一下要讲的关，就是说，其实手机上的 CPU。那手机上的 CPU 或 GPU 的 resource 也很难全部用到。那这个有一个特点叫 dark silicon， 为什么 dark silicon？ 因为 silicon 好像本来就是黑的嘛，哈，对，本来就是黑的没有错。可是你在手机里面的时候，你如果做成 IC 里面的时候，它如果通电的话，通常就不认为这个是 dark。所以 dark silicon， 去抄一段话，就是网络上随便 Google 一下，抄下来就是。它通常指的就是说，你手机里面有放了越来越多的 processor 或者 GPU 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是那样的样子，或者其他的 device 都不管。那但是你放，有一个趋势，就是说，因为你不能耗太多的电，所以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那些这些 connector 的 device 通通通电，通通打开，通通全部运作。这个是原来他们。dark silicon 的意思，那这个是有一些很多的理由在后面，就是那我刚那个丁经理问我这个，我就摄取了一下，我根本记得那个名字，就是要知道有东西，有东西碰到物理，但其实物理上大概也有一个解法。那很多的理由，其实这个其实他们讲的是 server 是 desktop 上的东西。但我们在 mobile device 上，其实因为手机的电池，更早碰到这个问题了。好，这从架构上扣下来，你可以看到说，Intel 的 processor 在95年左右到2003年左右，的成长是其实是很快，然后数据大概是都是50%每年。好，那这里那个通常是你会觉得就是从 RISC 开始那一波，不见得是 RISC 的好处，而是说那些 Super Pipeline， 然后Super Scaler 等等就觉得发明的一些东西，那以及它这个形式接上去，造成你整个越来越快，但这一波到2013年就停了。那2003年以后，大家看到的是什么？你会同一个 chip 上放了2个 code、3个 code、2个 code、对，4个 code。那到最近像 Intel 的 Exynos 大概是放了8个 code。那为什么呢？其实前段有原因，然后后段也可以有一些类似的解释哈，就是说当时其实碰到问题。那如果是应该有很多人比我熟的一些东西，就我只是网络上找一下，就是 scaling 的问题，就是说原来半导体制程的进步其实是怎么进步呢？就是说因为半导体如果减了，那制程就供电里面比较什么的问题减了，然后可能 area 就是会相对的减等等等等，一点会推下来，就是说制程进步可以让你更省电，但其实通常不是这样子用的，而是说你因为更省电，所以你同一个面积里面你就塞进更多的 component， 所以你的 performance 就跟上去，是因为这样跟上去。好，那这个其实碰到极限，越来越极限越来越近。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mobile device 上，有 power 的问题，也有 server 的问题。那 power 的问题就是其实电池有限，像刚前面早上这次我也在讲说，如果用电池就更不稳定，就坐在手机是比较稳定的，那整个电池的进展其实也很慢。那另外就是生活的问题，你在比如 desktop 你的 laptop 你可以放风扇进去，但手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过人放电扇进去了。那你传导对流辐射，那你的对流就变得很差。那
其他的散热又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我们更早碰到问题。那神兽之所以刚刚提到神兽之所以会这样子的话，是其实它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会很快就上去。那未来会不会放电扇的不知道，但你看最近那个 Kickwaffle 做的跟 Console 就是 iFix 里的有人把它拆开，你就看到有电扇在里面。 Kickwaffle 是四颗 CS5 在里面，应该说五颗啦，它是4+1。你已经看到ARM 的这种区隔已经有人开始用电扇，要用电风扇，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散热，那怎么办呢？那去年 Google 有一个 tablet 叫 Nexus 可以10寸，它就是两个 CS5 两个 CS5， 那时候跑的数字吧，就是然后录入，然后给它跑一下，然后你会看到就是不行两年后它就达到 Pass-Through， 然后因为它是那种说这个 Google 做的比较没有所谓的刚刚前面有作弊，就是它不会到 Pass-Through 可能达到90度这样做法。那但你可以看到它很快就达到这个，这是两颗的，那四颗的，或者还有 GPU， 如果 GPU 跟 CPU 开始动，你都可以看到有类似的问题。那这是在最近的几个月里面，神兽的 Galaxy S Pro 就是被人抓到那只后面跑的话，就是大概十秒钟吧，你就会到达80度左右的温度。那它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前面那一段到1.2的，就是你看到左边过来一点点有那个1.2G 的地方，那个是就是边群化可以跑起来。就是你只要把程式温度注意都有去起来，它就自动把温度把 frequency 拉上去，就是这种，你就是在这种小地方做，然后thermal刷这种东西，有兴趣的话自己做一下就知道，这个都是写一些 shared script 的就可以处理掉。那不是只有神兽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在 ARM 的 CMD， 就是其实 HTC 的另外的过高用的东西，其实它的碰到 benchmark 其实也有所谓的 optimization。那它也是，这是它的另外应该是它的，它也就是跟那个快的上台的东西，那它也是大概十秒就到刷的，其实现在高档手机都已经到这个地步，因为手机其实。你看前面我一开始拿的是配备的，它散热空间其实比较大，然后还有比较多地方去塞其他东西进去。那手机空间小，然后电池也有问题，等等，散热面积也比较小，所以其实问题就在。那哈维尔上有一些什么东西？我前面也要说，ARM 有一个做法，就是说放两个 cluster， 一个 cluster 比较 power efficient， 它比较power consumption 比较小，像现在像前面承受那颗其实是 CS 有四个 CS 跟四颗CSP 在里面，那就是说需要 performance 的时候往上添，然后不太需要那么多 performance 的时候就把它降下来一点。那这个是这些是说，如果是 benchmark 的东西，那通常是特别调特别写的，然后反正你 benchmark 嘛，你看到有几个 hole 在那边，你就看几个 thread 出来。但是刚才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现在手机上我没有资料，但如果去网络上摄取一下，就是所有的 theory， 就是从那个弄出来的，就是ISCA 是 ICA
去过一个那个 architecture conference 最好的 conference 之一。啊，他2010年有一个标准，他就surveyed 2009、2010年左右的一些 application， 那做 TOP 的计算。那所谓 TOP， 你不必管它详细怎么定义，它大概就是说啊，你最多的这个 application 通常同时在用、同时在用 CPU 的所有大概有多少，就用比例化。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像有些，那他们在做的时候，就是拿一些比较高档的，有很多扣的机器来做。你可以看到说，像 GAN 可能可以用到，TOP 可能可以到2。好，那像这些 video server encoding 的东西，你可以 highly parallel， 可以 highly parallelize。那但 browser 其实是很低的。那当然，实际上你使用的时候 ，browser 可以用到更多。如果在 desktop 在 server 用的话，开 browser 的话，你都会开 multi tab。那比如说 chrome 一个 tab 就是一个 process， 那你其实所有的会更多。那这里只能是说，如果只有一个tab 在使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那平常用的东西当然就更少。那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说 ，Intel 从 single core 然后变成chip level 的 multi core 的东西，那其实 software 上的大家导入 parallel 的东西其实不多。因为那为什么？那 desktop 上其实还可以很多东西，通常开很多 application 上面的，你会开很多 Windows， 开很多 application， 在 Windows 里面会这样干，然后在Linux 里面，在 Linux 上面都会看很多，那所以 CPU 还可以用的多一点。那而且其实高维机器，那大体量上限制是不多。那但是你不买device，Tablet 那有人做 Multi Window， 那在 Android 手机上也有人，也像神像也有做一些所谓的 Multi Testing 的工作，但其实用起来都没有那么方便，那你通常还是只有一个 application 在那边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说，那如果手机上现在主流的基准都已经是四个 core， 然后还有像神像有八个 core， 还有像 Linaro 的东西，对，号称有八个 core 的东西，那这些东西要怎么用？那当然你可以你知道有。2.6 核心是很老的题目哈。那但是那大家也都知道，其实你在 Linux、在 Mac、在 Windows， 其实都现在都有somehow 有 P-Suite， 跟Windows 不太算，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包装成 P-Suite 的东西。那但是为什么 Suite 的核心，其实我可能都有问题啊，就是找一些 reference， 就是其实十几年前，也不是十几年，十几年前，就有人在讲说，有一些问题哈。那从比较实际的层面来看，有什么问题？然后后来也有人做出研究，看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做一下这些简单的回顾，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那以及现在大家用来。跳过水冷，就是 P 水，就是水冷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些存在的必要的必要，但并不是所有的我们都应该把时间花在跟 Spring 跟 Mutex 共斗的上面哈。好，那对叫江老师的是 TCOPK 的作者。Tico 的作者，那他其实是一个做牺牲医社区做很久了，然后后来也开过 Tico 的公司哈。那他以前也做，一开始最有名的 Log Structure Device 牺牲在 Spring 上面那个 OS 里面上面做，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很久以前就是Cape 的 Design Tool 还没有。他就有之前要做 The Magic， 那个时候其实美国各大学的
他们都在用这个东西。好，那他在1995年左右写过一个 port， 在 Exynos 写过一个 port， Exynos 是的，应该是 Exynos 的跟这个那个 conference， 就是其实一些OS 其实在 research 的蛮好的 conference 上写过一个 keynote speech。他就说为什么所谓的是 LIB， 就是1995年的时候给，然后就是他的简单想法就是。太困难，就让大家都去用这个东西。当然，但是要通过里面举的那种合作法。那它里面提到不少痛点，到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对的哈。就是，譬如说举例，他说你用所有的处理什么维权的问题，你还是要自己去设定 text 啊，然后一不小心。就漏掉的话就会出问题，然后一不小心就会被拉。可能大家如果是考过上次有许多模式都跟这些东西混在过，就是你学的时候以为是自己不够聪明，现在就是很聪明的也告诉你其实这些很难。那 debug 其实还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麻烦所有的人都知道，就是其实就算不是马来所有的，马来 process 一半的其实也很难。那马来所有的一半的，现在通常做法就是把它合成一个所有的，然后合成一半。可是这样子又不是真的实际在做的时候的问题，对的环境。好，那所有的，那你如果是在不同的 module 里面的所有的一半的时候，那其实很容易那两个一个就断掉。他讲了一些这样子的东西，当然里面还有提到一些其他的东西。现在看你们大概就是说那时候没有标准的所有，那现在也没有去说。那这个是他们就从系统比较，从 verbal 比较讲说，这个其实就是不问题。那这个人叫不知道叫。对，要Andrew的。这个是 RPC 的发明。RPC Remote Procedure Code。然后如果你有去看过那种一开始的所有的怎么开始的那些东西，他们在在 deck 做，在 Linux 做所有的东西，他写了一篇叫 Module 去做所有的可管理，对 ，Instruction 比所有的可管理是其实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很好的所有的可管理。很多人学所有的都是从那一篇开始看，那他就说，其实他自己也承认，前几年他也承认。他的一些论点其实是跟江浩斯托的是类似的，只是用另外的话来讲出来。那所以OK， 那所以要怎么办呢？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在 Windows 或者在 Linux 的环境里面，像 Intel 从 Microprocess 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导入一些User Level Library 或者是 Language Extension。 那你可以如果去找，你会发现说像那 even 像 Android 里面其实也有是帮你把所有的包起来的 Exynos Stacks， 你就去 implement 那个 OS 里面的东西，或者去 extend 它的东西，然后你的 share 就自动帮你升到 background， 那 Exynos 完成流程对比的 UI 这些东西。那你也可以看到说会有Intel 花很多时间做所有的 building block， 然后Apple 的也有做Grand Central Dispatch， 然后也有什么 Server Transition Memory 这一大堆东西。那譬如说也有人去 extend 的 language， 譬如说 MIT 的 Seal， 后来变成 Intel 的
是有很庞大成果。我这些举的都是可以找到 open source 的information 的东西，然后你也，然后它，然后 Apple 除了配合搭配PCB 也有它 Box 的东西。那当然你也可以除了这些比较传统的 GPU 的，你也看到CPU 的，你也看到 GPU 相关的，像 OpenCL。里面也有人做跟 OpenCL 跟 Java 的 binding 啊，然后有人跟 Script 啊，然后后面小林哥会讲他自己的东西，也有这种东西嘛哈。那好，好这个部分，那就是如果是一些简单的东西，像 Silk 的话，Silk 就是如果原来大家都学过的 Branch 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加的，就是说如果要把这里。Parallel 就是说这里就 hook 出去，里面的出一个 thread， 然后这里到这里那边 thread 很用，那用完以后，就是做一个 sync， 它所以它就可以这样去做，我们这边是 phone ID sync， 那然后它就自动管理看有多少的 thread 就生出来，这是私有的东西。那其实这样很笨，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那去不应该用 recursive 做，这些都是拿来简单讲的。那你就算把它改成iterative 做，其实也很笨，因为其实这么小的范围，其实不应该去把它拆开的。那因为拆成所有的就其实是划不来。那譬如说 COSCUP 也有做这种 data pairing， 你可以把一个 for loop 改成 COSCUP for， 它就会自动帮你丢到所有的库里面，然后自己帮你管理这些东西。那同样这样子 的做法，那像在 Apple 的 GCP 里面，其实你也可以做跟刚前面讲的，就是把 for loop 然后 parallelize 做跟它 parallelization 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都有提供，都是在提供这样子这些东西，这些extension library 等等都是在提供一些。那而且像 GCP Apple 的 GCP 可以跟OpenCL 做结合，不过这个没有先说是没有关系。那所以简单讲说，我们设备现有的一些东西，那大概可以做什么？大概有一些可以帮你做 task parallelize 啊，然后 data parallelize 的东西啊，那会考虑到另一个层面。其实像 Apple 的 blocks 里面有一些东西，然后还有 queue management 啊，那。或者说有 not free 的 not less 的 not free 的什么 relation 或者 data structure 的概念。好，那这些是 user level 的东西，那 kernel 而且是做 parallel 的东西，那 servo 怎么处理呢？ servo 怎么尽量省电？那譬如说刚前面讲到 big.LITTLE 的话，那你 big.LITTLE 有不同的模式啊，那会有kernel 的 switch 啊，那会有像所有的东西都拿来用的都 task schedule， 那这些东西就要，那如果是这个模式的话，就要改 schedule， 因为 schedule 因为是原来 CFS 的假设是所有的 CPU 都是很均匀，只可以同样的东西，那就要改 schedule， 那当然还有很多 management 的相关的 framework， 你都要把它做到好才行。那时间到了就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你可以找到不少的 mechanism， 不少的 language， 不少的 library 在那里，但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都是缺的，尤其是如果是 open source 的状况下，很多东西都是缺的。那譬如说其实你知道，如果不管做 power management 或 server management， 其实你应该知道 application 的 behavior，那或者说 application 就直接跟你的 user level 的 library framework 讲，然后再往 kernel 底下去做。那有的 issue 才多，不是整个到了已经在 kernel 里面的时候才做这些 management， 要不然就会很惨。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的环的 OS 的环境，而不是像小小的约看的 kernel， 然后所有的这些都固定在你都知道，那当然可以做。那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的话，真的要做得好，只靠科目参与不会太好。然后你就知道说，那其实 GPU 比如说 OpenCL 的相关的东西，其实
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儿童设施的推选。那比如说很多 application， 比如说 browser 其实是我们未来使用。那如果有些我们做的这个 AI 的问题，那以上就是简单的从Box 的这个 tab， 然后看到说现在有为什么手机上其实更常面临这个。我们去延伸它的 Box 的定义的，就是说你有很多 component 会给你看，或者用不到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你的程式用不到，第二个就是就算你用不到它，你很快你要把它降下来。那降下来好像现在没有解，你就是要想办法降下来。那有什么我们可以有帮助？然后最后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不能设置的 Box 不足。这样就是简单的总结，谢谢。